你看到靚女不知道這樣嗎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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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靚女不知道這
咁有創意？你覺得自己有冇創意啊？我覺得某音樂上可能 OK 嘅，有時啲題材啊、音樂題材啊、編曲上啊，有時都有啲奇怪諗法咁樣，咁可能就係呢樣嘢會引起大家注意啊。你通常喺邊度攞靈感嘅咧？即係創意喺邊度嚟啊？我都唔知嘅，有時係真係無中生有出嚟咁樣嘅，即係有時真係去下廁所或者係沖沖下涼咁樣，突然間會有一句歌詞咁樣，跟住有時睇戲咯，睇戲咁最近就係破地獄嗰只歌《普度眾生》，其實都係因為睇一套戲而有咁有一啲靈感同埋係咯題材上，咦？有特別的角度可以講關於生死喎，咁就咦可以係啦，即係個電影啟發咗我去寫創作咯，咁亦都係一個靈感來源之一咯，我覺得。今次咧你係我哋嗰首主題曲咧，你係曲詞編監唱都係你喎。係。你以往有冇試過咁樣一手包辦？試過都幾次，係啦。但如果為一套電影去咁樣做就第一次咯。咁都幾。都幾比想象中順利，同埋係咯，即係初初我都好唔係好夠膽去接嘅，因為我覺得我驚如果我同套戲冇 chemistry 或者冇 connection 夠 connection 嘅話咧，我未必寫到好貼近嗰套戲嘅主題嘅歌，咁我又覺得未必做得好。咁好彩地，我睇完套戲又有感受，跟住。又覺得俾咗一個好新嘅衝擊，我去寫一個咁嘅角度嘅歌咁樣，所以都係託賴。你自己覺得嘅你滿意度係幾多少啊？對呢隻歌啊？係啊係啊。滿意度都頗高噶，不過就唔方便透露分數。你有冇諗過再進軍呢個即係電影配樂嗰方面咧？其實我有做過類似嘅嘢嘅，即係以前我有。暗馬底又幫下人去做一啲廣告嘅配樂嘅，即係佢合配翻佢嘅畫面，而去慢慢，咦？我呢度有啲推進，我就會可能會音樂上又會有推進，幫個畫面咯，即係為個畫面配樂咯。咁但係就唔係叫做電影配樂工作咯。咁但係發覺喺呢方面自己少少天分可以，因為我覺得畫面嗰個流動係可以刺激到我自己去創作嘅原來。有興趣做呢個電影配樂，定係幕前隻參與電影嘅演出啊？我諗配樂會比較輕鬆啲嘅，對我嚟講，因為我自己中意病埋一邊做嘢多啲嘅，有時咁。至於在幕前嗰個電影工作，我覺得真係唔係好敢想象住，因為我覺得會，我驚好地獄。唔係有好多人想睇我啦。好多人好睇。想睇你啊！咁想下好咯。大家不要看相好了、哦、但你的 MV 是今晚出街的，今晚就可以看了，但沒有演出的，是沒有演出的，我沒有你的演出的，是啊，是全部都是電影的情節來的，裡面又有南和師傅，當你可以幻想我是許冠文在那裡南和和破地獄，但是是的，因為 我有點害怕我自己出現會出戲，就是令到大家，所以我覺得我沒什麼堅持要自己出現在那裡咪嘴，那我就覺得不要了，不如全部交給導演去自己，你剪一個你覺得符合這歌的情緒的 flow 去得了，那我就 不需要你，我要即是他們有 offer 說我們幫你 book studio 去拍你唱的部分的 shot 或者真的不必了， 那我就更好，我覺得可以成即係一氣呵成睇曬，全部都係關於電影嘅畫面，我覺得好舒服。我有機會的話就好啦，暫時就未有，因為上次走影就
趕急，大家未必真係可以坐低傾下偈咁樣。咁係咯，下次睇唔知有啲咩場合咯。咁梗係想啦，有即係佢兩位都分別係好有智慧嘅人咯，我覺得。咁自己如果可以同佢哋傾到偈，係可以學到嘢。最近咧，你同阿Tyson咧聯成出咗個水樽，係點解會有咁嘅合作呢？因為是一個商場、合作的一個是不是叫光棍節啦，十一十一一一啦，係啦，咁就揾咗我哋兩碌棍，其實就出了兩碌樽咁樣啦，就唔知係咪扮十一啦嚇，即係兩個樽擺齊一齊咁就十一咁，我都唔知喎，咁就可能同埋我哋完全啊，原來係我哋冇叫做正式合作過喎，即係無論音樂上或者。我咁講，我哋 concert 互相有做嘉賓啦，咁但係如果做一件做一個 project， 好似第一次咯，咁又幾有趣嘅。咁用咗佢最中意嘅綠色，同埋我最中意嘅藍色，去即係係咯 ，mix 出嚟。寓意喺邊度咧？即係個樽，你兩個一齊。寓意大家可以飲多啲飲水咯。係，係咪脱離光棍咧？成個咁樣。佢就唔使啦。我都冇乜所謂，我都冇必要，我冇必要，光有光好，係嘛？係咯。棍有棍嘅，係咯，就因為佢一定唔係光棍啦，就係點解會商場會揀你哋合作咧？兩個可能商場唔知咧，呢個可能交翻俾商場呢個問題，呢個我要問上，我幫你問，我再下次答你啊。今日你幫我解讀 HLJ 唔該。咩話 ？HLJ 唔該，解讀啊！好叻仔，好靚仔。好靚仔，咁你今日嘅心情係用咩咧 ？HLJ， 好靚仔。大家都好中意睇你幾時出啲英文字幕。點解啊？呢啲其實好普通啫嘛，即係普通以前。大家都成日都會簡短咁寫啲，即係用啲 initial 去寫噶啦。不過唔知呢排特別興啫嘛。我成日都係咁噶，好似以前同啲 friend 都係咁，都係自己明白我講咩噶嘛。即係阿林生嘅密碼。都唔難 get 到啊，係嘛？你都 get 到好靚仔啊嘛，係嘛？係。係咯。呢個就係可能因為，所以就大會睇中我呢個 creative 啦，就頒獎俾我啦，就覺得。我成日都將呢啲密碼自創或者改編，就好似好有創意咁，但其實唔係嘅。咁但係即係呢啲本身，我只不過係將一啲現有嘅嘢 twist 下少少咯。即係我覺得我唔係一個完全去發明一樣嘢出嚟嘅人。咁但係我就可能會運用一啲嘢，然後再少少 twist 下佢，就會變咗第二樣嘢，咁就幾得意咁咯。你有冇諗過用啲密碼？即係好似阿 Lam 嗰時啲數字歌。有冇咩啊？即係好似阿 Lam 嗰時出個數字。咁你就變咗一個英文。我覺得呢樣嘢留翻去平時 casual 交流會好玩啲。我覺得出咗隻歌就覺得會將佢係 formal 咗件事就冇咁係啦。我覺得輕鬆玩好啲嘅呢啲嘢。阿姐個演唱會準備成點啊？即係係咪揀咗歌㗎你嘅？我揀咗啊，但係唔講得住㗎係嘛？應該。我淨係知要著黑色衫咯。你係咪啊？今晚咩啊？嗰晚佢要，佢話要黑色衫咩？死啦！我揾一套。阿 Lo 揀咗一個 dress code。哦，點解嘅？你收到信息未啊？我未，佢冇 brief 我要著咩衫喎。我諗著得粉紅色同佢，同佢叫 pink lady 一齊。你揀咗粉紅色？唔係諗啫，未唔會著嘅。我哋好期待你粉紅色喎。唔會啦，粉紅色留翻俾阿 Lo 啦。但如果阿姐叫你著粉紅色，你都會著㗎。佢叫我著啊！我著入邊咯，我會著啲人哋睇唔到嘅地方咯。咁就算啦，話阿姐，我做咗噶啦，我盡咗力噶啦咁樣咯。係咯，我諗但係到時我因為我自己都中意著啲唔係中意著啲 colourful 嘅嘢嘅。咁所以睇下佢到咩衫，我就襯佢咯。因為主要係佢主角啊嘛，咁我覺得。即如果佢著紅色，咁我咪著綠色咯。我做綠葉，咁佢咪做紅咁咯。咁我又睇佢咯。係啊，我問下佢著咩衫先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遠。